绚烂烟火照亮夜空，大甲妈祖绕境进香九天八夜，十五号凌晨回銮圆满结束，迎接活动也让现场变成不夜城。现场镇头以及三太子都轮番上阵，将现场气氛炒到最嗨。乐队排成两列，开出一条道路，要用最热情的态度迎接妈祖回家。燃轿在董事长严清标还有台中市长卢秀燕辅教下进入镇南宫大殿，堂内外都是满满的信徒，把现场挤得水泄不通。也辛苦啊，哈，妈祖嘛辛苦，今年妈祖了结了后，未来今年咱一定国泰民安。回銮安座就有35万人涌入大甲参与盛会，妈祖銮轿所到之处也都是满满人潮。绕境最后一天回到大甲时，沿路都是热情信徒，民众纷纷趴在马路中央钻轿底，队伍因此比预定行程晚了7个小时。今年参与大甲妈祖绕境活动人数也创新高，出谷有100万人次。7号队伍行经云林西洛大桥时，人数更是创纪录。第三天，云林西洛大桥吸引到了将近80万信众到现场迎接妈祖，即使当天是上班日，也浇不熄民众追妈祖的热情。镜新闻刘克鲁、沈明阳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